哈哈，大家好，我是猪头皮，我是猪约信。大家好，我是猪头皮，我是猪约信。哈哈，大家好，我低头回猪约信啦。明年2016年，小弟就迈入50了，在各方歌迷歌友、厝边隔壁、亲朋好友要求之下，想讲阿伯来出一只人生半百古来稀，人生半百古来稀，人生半百古来稀。反正家己来接收者，到时候我们会先出个 EP。甚至再出个 CD， 黑胶了，够一个豪华大特征双黑胶双 CD， 蓝光加这个 DVD 卡带 USB 小说剧本碟影碟玩具贴纸公仔红阿飘摇叮叮咚咚哦，有的拢无就对了。这个超级大计划要花好几百万，好几百万，过了百万呐，我们就要从长计议，分阶段进行。首先甲各位报告，我们今年2015年1月要先来弄一个半成品歌友同乐会，半成品歌友同乐会，半成品。歌友同乐会，半同水半途而废。把这个多写好的歌，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词曲，编曲还没有完全练好，来唱啊，大家听。到时候一定乱七八糟，缺点一堆。你再来变声吧，不要紧。我们就是故意要来邀请大家，可以来参与音乐完成的过程。会当来建议吼，这个词歌曲会当编曲、歌名、专辑名称都可以来讨论、来投票。咱这场啊，这第一头陪50周年大专辑呢，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张。全民参与，公开透明的球迷，我们要从到来做第一波的募资活动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阿姆招阿爸，老丁招老卡，周杰伦招杨丽花，张学友招周润发，给隆中来。祝我们第一波群众募资快快成功。之后呢，我们预计要在明年月要发个 EP， 要办一个天空声低头声庆生趴，月要出版专辑。为着庆功演唱会呢，祝福之后的每一波行动大成功。谢谢啦，感谢大家神蒙安之谢罗拉罗。谢谢啦，感谢大家神蒙安之谢罗拉罗。谢谢啦，感谢大家神蒙安之谢努力哟。